熟悉的码头，这我们的钓鱼船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娱乐杰奇。哎，是的，我又回到了这个云滨啊，事隔多时啊，终于又回来云滨钓鱼了。好，这一趟呢，我是要带几个来自槟城的好朋友们哦，到这个刁曼岛去钓鱼，钓三天。今天的计划就是我们从这个云滨这里码头，然后开船出去，一直钓，一直往这个刁曼岛的方向去。到傍晚的时候就抵达这个刁曼岛，然后明天一整天在刁曼岛钓鱼，然后后天又从这个刁曼岛那边开回来云滨。下着雨耶，现在这么久没回来这里啊，结果迎接我的又是下雨天。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太不给力了，这天气。云滨这个地方啊是这个钓鱼圣地啊，你看它的钓鱼船非常的多，那还有一大部分呢还在海上面或者在刁曼岛。出发啦，现在要冲出这个河口了。阿良船长，阿 Ken， 阿林 ，Hello， 阿 Ken。哇，玩杠杠哟！有，哇，哎呦，哇，做出来阿个料！哎，好像不是 A 哥嘞呀，是七星八。哇，对了！哇，杠一，哎呦！哇！嘎叽，哎！雨中坐钓啊，雨中狂咬啊，好几个杆子一起弯下去，好可惜，断的断，散的散，拖的拖，同一个时间哦。这个天公不作美啊，不过鱼还是给力的哦。哎呦！上！输了 ！Yes！ 嘎叽！这中文名我不知道，忘了叫什么。都是叫嘎叽啊。OK。有！哇，开心在中了！哇！哇，大条出现！哎呦！短小精干，软软。哦，哎呦，断了！拖啊！啊！拖！哇！来了！哎呦 ，OK， 慢慢快，嘎叽，不是大鸡哦，是嘎叽哦。哦，可以了，你看一下，你攻了上来了就慢慢快了。哎呦，应该也是他喽，这样的方式，哦，应该没有这样大条，要小，嘎叽 ，Yes， 哎。没办法，我们的雷乐是嘎叽，也叫马头鱼啊，白头鱼啊。Ken 又在中了，哇，小条，搬了。哦，蓝纹斑 ，logo 斑。哇，我们的目标鱼啊 ，Angle。青衣啊，我们这边叫烧鸭仔啊，非常好吃的一种鱼啊。有鱼啊。这边中，这边也中，这个大的，哇！用铁板钓到了，兴奋啊！哎呦，牙签又中了。什么鱼？哎呦！安卓！红枣啊！哇！钓！哎呀，左右相残啊，吃残啊！爱到不行，爱到难分难舍啊！鱼还有在，鱼有在，哎呦，鱼有在哦 ，U 波多啊，哎呦 ，U 波多啊，钓到一条鲨鱼啊，狗母鲨，搞不爽，哎呦，哇，雅典，哎呀，雅典啊，哇，有马鲛，哦，这个标点竟然有马鲛哦，哇。雅典，有料哦，有料到哦，
快点现身，到底何方神圣？哟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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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水母，十八啦，十八啦，巨物掉到巨物了，铁板掉哦，铁板掉哦。要回岛了，刁曼岛就在那，很靠近而已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到刁曼岛上去。啊，今天的钓鱼活动结束，明天我们再继续。哦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刁曼岛哦！哎，抵达刁曼岛了。前阵子刚刚来刁曼岛，这个来潜水嘛，然后现在又再来刁曼岛了，这次是来钓鱼的。钓了鱼上岛要干嘛呢？同样的就是开启度假模式。没有没有，不是度假模式啊，这个应该叫休闲模式啊。白天钓鱼钓了一整天啊，那傍晚回到这个刁曼岛啊，就是开启休闲模式了啊，好好的享受在这边喝点小酒，好好享受这边的美食风景，然后明天再继续去钓鱼。这种生活怎么样？想不想来啊？啊，今天钓一天的收获，这个今天的收获呀，第一天了，就是这些了。嘎鸡啊，中文名我不知道叫什么。这个青衣烧鸭仔，我们这边烧鸭仔，这个叫丹乐哦。这个是红枣小马椒一条。哎呀，还有斧头鲳哦，还有一条石斑呢、啊。还有新斑鱼两条，两条新斑鱼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这个收获还可以啦。要爽的有的爽，要吃的也有的吃。今晚开餐。哎，到了，这是我们的度假村，度假村哦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度假村了，嘿嘿嘿。喝酒的好地方哦，休闲时刻，海岛上的休闲时刻，哎，干杯，嘿嘿。吃饭了，哎，刁曼岛上有华人餐馆哦，北老中西式海鲜楼，就这家了。今天的那个嘎鸡有嘎鸡，青鱼青鱼，看不出来啊。
鸭子为证哦。哎呦，新班了，新班了，新班了，辛苦一整天，这个就是我们慰劳慰劳一整天的辛劳啊。早安，吃早餐了，早餐了，炒面了、哦。炒面加炸鸡，又要出发钓鱼啦！今天是来丢鳗的第二天啊、哦，然后今天去较外围的地方去钓。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前往这个码头的路上啊，码头清澈见底的这个海水哦，这边水质相当干净，还可以看到很多鱼哦，底下有好多鱼哦。在马来西亚呢，所有海岛呢，大部分都是属于海洋公园，海洋公园的范围是禁止捕鱼啊、抓鱼啊这一些进行这些活动的，受到保护了，所以这边海岛一般上就岛边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种鱼了。在这方面的对这个海岛上的这个海洋环境啊，边的保护哦，还是算有到位了哈。哇，码头上面好多屎啊！踩到屎的话还能钓鱼吗？猫都在码头上大便了，哇！只有猫屎哦，没有咖啡哦，哈，没有猫屎咖啡，只有猫屎。出发，出发！来了，有鱼啊，有鱼啊！哎呀，你水，摆鱼啊，摆鱼啊！今天的摆鱼有一点咸嘞。哦，遮面，遮面，遮面！哎呦，啊！哎呦，进仓进仓啊，都是进仓啊。这边应该是正面正面，白色身体了，应该又是进仓了，又是进仓。哇，啊，进仓进仓。正面正面，正面就哦呦呦呦呦呦呦。没好鱼哦。干料北鱼哦，这进仓其实味道不错了，一多起来就变臭鱼了，身价大跌。OK， 哦呦，又中哦，又中哦，呦呦呦，阿 Ken 又中了，你看还来不及收，他又中，没有 fight 了喂，啊，没有 fight， 失败了。董娜是他姐姐还是他哥哥？哥哥是四头啦，姐姐是四花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哎，失败失败，油班呐油班呐，哇，失败啦失败啦，哈哈，来来，哇，红枣啊红枣啊，喂喂喂，有有有。有哟哟哟，吞到屁股那边去！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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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了一条小鱼，结果那个海狼来打劫了。第二天的钓鱼活动结束了，今天钓得好差，主要是那个水流太急了，一整天下来都很急，铁板钓根本没机会玩。然后今天零零星星只钓到一些百鱼啊，一些不是说很大的石斑啊，一条红藻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来钓鳗岛钓鱼啊，这是加了，哎呀，无所谓啦，有就有，有鱼的话当然是最好啊，没鱼的话就休闲呗，喝喝小酒呗 ，Orange wine， 还有 Orange wine 这种酒，味道还不错啊。干杯！这个码头浮台上居然也能长一些珊瑚出来，你看，居然会有珊瑚哦。今天是来到刁曼岛的最后一天了，等下稍微在外面一两个标点再玩一下吧，然后就直接开往云滨的方向了。欢乐时光总是过得快，三天两夜的休闲钓鱼的行程哦，结束了，要走了，要走了。不中中。哎呀，哎，这个叫沙盖哦，沙盖哦，哎，哇，阿良也是钓一条，哎呦，沙盖沙盖啊、哦，好了，原本在这个标点哦，是想找一两条那个新斑鱼啊、哦，结果新斑鱼找不到，我就挂底了三个这个铁板了，损失了三枚铁板，是钓到一条沙盖鱼，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，天气状况也不是很理想啊，等下回去可能还会碰到暴风雨啊。看远方那边两个地方的三个地方，那边也是，估计等下我们回的路上还会遇到一些暴风雨。
风雨，快快撤吧，无心做钓了哈。我们安全回到码头了，结束了这一趟钓曼岛三天两夜的钓鱼行程。然后钓况不是很好啊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到此结束吧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、关注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